想等我。你那是四个什么组合？林夏花花。我们叫内蒙 M 四吧，四大天王。天王，来，你直接搞呀。来这边太突然了，四个天王可以，是不是？直接不定了，安排。我叫煤气天王，这个能吃天王，这是逗逼天王，憨憨，我憨憨天王，憨憨天王。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，如果你刚才来都怎么走这个线路啊？我们是完全的跟大家走一样的线路，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欢迎到草原来，因为如果想要到草原来的话，直接给阿利亚写私信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想给阿利亚写私信，也可以给我们任何一个人写私信。为什么不想给我写？因为觉得你可能不认字儿，因为你是豆豆天王。旅行啊，去哪里很重要，和谁去更重要，跟谁去更重要。实话实说，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，我认为啊，确实是我们内蒙的一个骄傲，我们本地人都觉得好。是的。举起手来，我是蒙面杀手。大家好，你是多多提莫格。啥也没有。我是哥多提莫格小号。硬帅，中号，这是谁？这是刚我们村儿八美那个。我是小小提水哥。好的，提莫哥中号，中号。我现在也心情有点像董永健七仙女，因为他们现在在换衣服。哎呀，还没换呢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七个提莫哥，这个是七个提莫哥，七个提莫哥。你们能不能不要老开车？没有，就是。这个，哎呀，这里面好热。首先第一个啊，来骑马穿裙子就是一个错误的操作。这里提供专业的护具，还有指导和教练人员。今天有点失误，穿着裙子就出来了，忘记要骑马的事儿了。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额尔古纳黑山头镇的老高马场。我们接下来我们四个要策马扬鞍，夸就夸就是撩，骑马去了。能看出来他们两位就是标准的游客装备，木木就是属于爆杆和人民与玩家的结合体。上马以后就双手握紧马鞍前边的铁环，这条带子呢就是缰绳，像方向盘一样，拉哪条就向哪边转，向后用力拉就是刹车就停了。全程都有教练陪着你们，他会提醒你什么时候用这条缰绳，记得不要大喊大叫，别一上去就给我拍个照，啪啪一拍那马就跑了，拍你都拍不到。接下来请欣赏策马扬鞭。老公，起来买单了。带着我的将士们，我的爱妃出游。你说清楚，谁是将士，谁是爱妃？木木和多多，我这俩是我的爱将。哦，他俩是我的爱妃。将军，等等我。让我们红尘作伴。累不累？骑马也挺累的。不累，我可心疼马了，我想扛着走，出那么多汗。这马现在还好一点，等马上旅游旺季来了之后，一年能瘦好几十斤。呼，轮，背，孩儿，欢迎。